游戏配音不太好。那开阵的韩无杀建议换子枫吗？子枫这里看来你没有你换子枫，你没有攻守啊？莫非有幽界利欲混存一子？你哪来攻守？等等，这逆缘你两个御风一个侠客配一个补，对你脚放换子枫，那除非你就不要上补，你超不开啊？哎，不行的，你补关掉也没有关。这罗布夫附近也有那些异界凶兽，你换子枫你是开不了阵的、啊。活动活动筋骨。对，所以你就不要上兵你。救命！救命！因为你这样上就是冰火雷各一个啊，我们来保护你。所以你不管对方的对哦，你对方的人怎么上，你都有冰火雷可以处理啊。对，这个是后期的三色阵、啊。女人阵 buff 才10%，主要是上脚灵活才当最终阵容。嗯，是啊，因为这样灵活就赢太多了、啊。你光是灵活这点就赢太多了。要想办法消灭老人家身边的妖魔，以防他被伤害。都忘了，终于轮到我了。神魔共死破，剑剑寒霜。神魔共死破，一个月打好了。曹庆领命。刚刚又王文30抽，终于一只槽了。人家可久等了。不错哦。然后朝天就会比较简单呐、啊，没有当然是醒。恭喜抽到槽。没有当然是醒了、啊，可是有是比较好的、啊。好水啦，好险！这方老爹没死。神魔共死破，曹庆领命。而且两个都是可以站，他们两个厉害是他们两个可以站后移动，所以你就可以。我抽不到阴剑瓶，再想要不要抽女优？他们两个厉害，就是你可以现在就烦恼兵只有兵离而已。一直调整站位这种，我兵也就风寒月啊，还是可以啊。多谢公子救命之恩，不过此处少有人踏足，公子您怎么会来这里？索大里迎凤，你会在看台会上场了吗？也是幸好遇上，就是有暗说很多很难处理才上李迎凤啊。这境遇就会变低了、啊。竟遇上这些没见过，就是我这个三色阵完成之后，李迎凤上的境遇就会变低，主要就是上在暗很多的情况下。没曾想这刚一出山洞就差点丧命。这么说来，我也缺兵。本来看到消息，谷家还想去抽出风寒月，结果没想到12点就关迟了。无论如何，如今这里已非久留之地，老爹还是快离开。没资源练这样多脚，彩岩就暂时歇下吧。是啊，再怎么说还是性命重要。多谢公子远来相救，老夫这就回沙州去了。放心，有我在。这里应该就是方老爹所说的采岩之所了。咦，这块岩块层积得好厚，看来颇不寻常。莫非这底下藏有什么？我都用紫风阵打 PB， 很熟悉。会不会是楼兰城遗迹？查斯葛大叔说过，楼兰古城古时位于罗布泊畔，如果迁移的湖水掩盖楼兰古城的遗址，实验一下今天这个样貌，将这个作者回我。夏侯兄弟，我也觉得这下头有意，咱们就把上面的岩块掘开看看。嗯，
那个表情符号怎么弄啊？奇怪，好，似乎并没有什么发现啊。想来有高人在此设下咒法，隐藏了入口。会卡住吗？可惜现下我也想不出破解之法。不管怎样，这总是个大发现，咱们就先把这件事记在心里，或许以后能找到进入此地的方法。沙洲城是罗布泊附近最大的城镇，若要去楼兰探索，这里是最佳的补给地。就什么就没都没有了。风姐姐的意思是，在这沙洲城内很可能查探到楼兰入口的消息。正是如此，方圆之内没有比沙洲更合适的地方了，我们走吧。